我喜欢一个人却不敢去表白。田哥，你要是喜欢谁你就得勇敢点对他说出来呀，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，因为没人知道啊。你想被你表白这么丢脸的事儿，那谁能往外说呀，对不对？娇娇，其实我喜欢你。有人让关注一下吧。您好，卢哥，人家最近店里有一档活动，就是您是什么星座，然后我们就送什么，比如说巨蟹座送一只螃蟹，双鱼座送两条鱼。是吗？啊，对。我是处女座。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有事想和你商量。啊，我喜欢一个女孩，但是我不敢去表白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喜欢就去表白呗，让她知道。那万一拒绝我了怎么办呢？那失败了总比遗憾要好吧，你说人生嘛，别给自己留下遗憾。那她要是拒绝我了，你请我吃饭好吗？好，我请你吃饭。其实我喜欢的是你。老板，结账。没想到，我觉得你挺好的，但是吧，咱俩不太合适，我有事儿就先走了啊。老板，菜也不用上了。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